掉的一反应。饭堂集合，饭堂集合，游戏结束，游戏结束，饭堂集合，游戏结束，饭堂集合，游戏结束。有没有聊？有没有聊？刁德一，这把怎么说？我跟你聊好不好 ？OK， 等一个见证人。OK，, okay 我跟刁德一聊一下， okay, 我跟刁德一聊一下。OK，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。OK， 怎么说？直接说。直接说。兄弟情谊。三二一。OK。三二一，冰原。OK。哦，我不是那么信你哦，我只能信三分之一，对吧？不，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是吧？发生什么了？真没办法了吧？真的，刁德一。主打就是一手信任。喂，喂喂，好了，哦，有了，有，金十三专业杀手走的，金十三专业杀手走的，我殡仪员。那没有其他信息，我觉得这一轮可以弃票。金十三专业杀手，我殡仪员。我。OK， 刁的一发言。嗯，没有其他信息，你殡仪员。他专业杀手死的，嗯，这么奇怪吗？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？为什么？嗯，那投谁呀？这没法投啊。行吧，那过吧，没得聊了。诶，茄子死了，这什么情况？过，没得聊这个。轰轰发言，茄哥怎么死的？我不是很明白，但是我感觉他大概率是模仿走的。就是有一个逻辑啊，狼现在不会去狙拉奇是不是真假兵员，因为当时广场上面刁德一，你不用奇怪，因为广场上面很多人，他是不可能说的，我也不可能说，对吧？我也不可能把那个人给供出来，对吧？我们是看他到了人的，对，是不对吗？不可能有人去聊这个人的。那么他不敢拿捏王拉奇的情况，他只能拿捏茄哥。我们可以不聊13张牌，我们聊14张牌就行了。我觉得刁德一不用很奇怪，你的发言就很奇怪。我们聊14张牌在哪倒的，广场上面有哪些人，有菜菜步步跑掉吧，对是不对？那就聊外置位不就好，清楚了，干干净净过。我建议弃票，我也在广场啊，我在广场左边。轰轰说验啊，那这轮可以。那既然先十三是专业杀手走的，可以啊。那广场谁没在，可以聊这张14牌呗。广场好像是，广场人有点多你知道吧，好像同珠在吗？我不太清楚啊，有点记不太清了，但广场肯定有轰轰拉起刁德一。嗯，过。我刚刚是没有在的，但是我刚刚是跟布，我们两个一起去单聊，我们是在理发店的门口，然后呢，当时我们是在法院的那个街道这边遇到了同珠和谁不记得了，从右边就去到广场那边，然后我跟布去了理发店，就是说如果你们要排外置位的话，你们可以怀疑我跟他是双狼，但是我知道我的身份，并且他也没有刀我，我这一把是要保他一手，毕竟他是开不出这一刀的，因为我复活就跟他在一起，我可以保他。然后呢，我听一下后面的发言，如果说确定你们在场的人确定是警长开了一刀，那么我会弃票过。OK， 那个我这边是应该是姓警长开了一刀的，但是我这边有一个线索啊，就是马老师和茄哥他俩是最后上来的，对不对？马老师上来之后然后问了一句什么情况，当然我不拿这个逻辑打马老师，但是这一点说实话可以怀疑，好吧，然后线索就那么多，我是在广场上的，过。 OK， 猜猜发言，我也一直在广场，全程没有离开过广场，视角跟所有人都差不多，没有什么有用信息啊，听这个同珠归票吧， over 过。不发言，我的建议也是弃票啊，既然都这个局势了，我可以铁保科团他没有时间，没有什么，我建议是弃票过。弃票吧，是这样的，跑掉踩刁德一这一点，我想了一下，我只能想到茄哥可能是模仿者，然后刁德一是好人，他俩上来之后，刁德一还活着，所以茄哥上来就被拘了。
因为是在刁德一发言的时候铁哥被拘的，猴哥是在那个街道的左上角，我在广场的左边，好吧，然后其他就没了，弃票吧，这刀肯定是好人刀嘛。哦，我视野里的两个好人都还活着就行，好吧。被淹了，被淹了。马老师身上有一票，被淹了。下把我肯定要被拆。肯定要被拆了。来，玩继续聊吗？玩 ，OK OK OK。茄子应该是模仿走的，应该是模仿走的，好吧？那也就是说，没法对了。他说，我就对不了了。这种模仿的刺客。孙悟空什么身份？拍个身份，孙悟空。我现在拍吗？直接说吗？我觉得孙悟空的工程。有没有人跟他撞？你什么身份？红红。我跟科团。我直接报吗？我感觉孙悟空。猴哥为什么一直追？要不直接报呗？你别追我，别别追我，你刀我就双倒。你别追我，反正都我开了一枪了，对不对？刁德一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你先报，你先报。我警长，你们别贴近我，别贴。哦，呀！非常快，我按的非常快，看得清清爽爽。铜珠先在下面刀了一个，猴哥再在上面刀了一个，他们两个双狼，全票打被铜珠，我看得清清爽爽，好吧 ，Go。我也看到了啊，就是铜珠刀的，然后那个轰轰这边那个第一轮就报的警长，好吧，然后王拉奇死了，拉奇验的13是一个专杀，那么13那拉奇倒牌了，那说明拉奇是个好的呀，那轰轰也是个好的呀，那铜珠这把挑不出别的身份来，我觉得铜珠这把可以出，好吧，过。猜猜这把是在没有信息跟票 over 哇。不发言，我铁认团团，所以全票出铜珠过。我弃票了，好吧，我过了。刁的一发言，铜珠为什么刀？弃票了是吧？哟，又死了。哦，你都投铜珠，1、2、3票。哎，投铜珠过。OK 啊 ，OK， 快走！OK， 投出去了。OK， 马老师中立。不，我不是中立，我不是中立，我不是中立，你是。我不是，我马老师那个马老师应该是那个刺客吧？不，我不是中立，我不中立，开玩。不，你是，我出来的时候没听到你啊！哎呀，结束了，刀完了。你知道我满脑子就一句什么话吗？那个仙十三跟我说了一句他侦探，切哥。哎呀！我麻了，当时急了，我要跟你拼刀来着。猴哥，你这么狠啊！猴哥，你这么狠啊！那没办法了，完美犯罪。不，我看着猴哥做的狼任务，名声在一周，一声声不利啊！完美犯罪，迷失了呀！我今天还是吧，侦探是吧？啊，我开了，侦探开了，可开。